闹够了没有？体育场的 A 层，再 A 一下。 他是那个秉性难改，是玩拉夫的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那早说啊，早说我就玩中单了。这么强势，坏了！那要的位置不能那个啊，我忘记给你们看天赋了，天赋是这个。 也可以看一下主页那个置顶的4.4D的，反正用4的4.4D的。这个皮肤挺好看的，我说实话。但是手感和霸天不一样，如果我觉得玩惯了这个皮肤，可能玩霸天有点怪怪的。知道吧？玩惯了这个皮肤，可能玩霸天有点怪怪的。这个时候没闪一下，看一下小鸡在不在啊？这种衣服你可能会偷野的，这样只用检查一下你的 F 4在不在，F 4在的话，那就证明他没来偷，他不可能一级过来偷吧？就不能没中变态吧？ 哦，上单哦不对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他是上单九筒呢。先刷，我上半区有个眼的，两个一起拉。你是不是感觉我的连招非常之丝滑，对吧？有没有感觉连招非常之丝滑？这个皮肤的连招是很丝滑的。再一下，然后往继续往上面拉。这个刷野的话，这个 Q 中心，然后二段 Q，A 一下三段 Q W，A 一下。 这个丝滑程度，我看应该就看得出来吧，对吧？但是他这个就是挥刀动作跟平常的不一样，就玩的可能会第一把玩的会怪怪的，后面适应的就还好，很爽啊！我已经准备自己的号买一个普通版的了，<笑>买个普通版的，我还要买月卡，兄弟们，买个月卡168，然后。 又能嫖一个月卡，还能返168点券，对吧？还能再买个皮肤，还能再买个改名卡，美滋滋，改一个什么重铸剑魔荣光。<笑>先刷上路可以越啊，坏了，中路被抓了，换不掉，把上路给越了，上路两个残血了。这波看队友能不能把线吞进去，应该是能吞进去的 ，OK， 这波先杀卡莎，没事有个炮车的，嗯 ，Q 1段大招 ，Q 1段，哎。 Q 一闪，哎，我这个 E 没点到啊，这波，这个闪现其实可以省一下的，别急，他要烧的，他要烧的，他要烧的，我们这个状态够的，够大的，哎，哎呀，阿姨，你别乱挨兵啊，阿姨，你干嘛呀？他这里面有眼。 哎，其实也不怪阿姨，说实话，他不会这里面也有眼，他应该也没那么蠢。哎，这边有眼呐、啊，哎，我不知道啊，这里面有个眼，他指定能魅惑，这里面是有眼的。哎，我真哎算了，我把对面想的太笨了，我对面想的太笨了，先刷吧，先刷吧，这波有点难崩啊。下路这个是蓝红开的，红开的伊芙琳，给对面拼个信号，在这个位置。哎，不对。 怎么在这？这不支援一下，这个伊芙琳是没大的，可以直接杀，别急，惩戒大招。算了，那你要踢到死，那你就先杀你吧 ，Q 的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别急，看他想干嘛 ，A 一下吸个血，再往后面拉扯一下，躲个厕所你。Q 的 A Q 1的，坏了，伤害太高了，那我们回家直接补装备吧。哇，这砍的这么能游走吧？ 这个伊芙琳真要死的，我都准备一锅墙直接吃他的魅惑了。这旁边站一个凯南，脑烦的。那这把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，直接引不到了，上次到了，不跟他讲道理了，他太肥了，他4000，他4-0了，把我的坤反了。他不要反我这个吧？我让他要反我这个，不反，直接做引不到吧，直接做引不到，做完引不到之后再做幽默。 这个装备要注意啊！你不做幽默的话，刷野会慢一点点，知道吧？你的刷野节奏要对啊，刷野节奏要对，不然的话打不过他的。这把打先锋啊！
其实跟他接也可以，我这把必要做一个影魔刀的，一个影魔刀加一个长剑吧，差不多就是这个装备。坏了，他已经 unstoppable 了，5000了吧，快5000块了，哥们你要吃人了。这个刷完之后回家吧，回家打先锋去了。或者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就买幽默吧，就买幽默。小龙能给个眼吗？寒冰一下先锋，他应该会打先锋的。哎呦哥，好贱，但是没人跟得上。没人这波可以打蒙多卖一下，你可以爆弹下去的。我这波有幽梦伤害很高的，扛不住伤害的。或者被晕了，先出发一次，先起来吸一口笔记。死吧你，舒服。舒服，我瞧着前三。我临时决定啊，因为钱刚好够幽梦了，我觉得买幽梦性价比会高一点，伤害更高一点，不用搭理他。寒冰剑来了，这波可以操作一下。来预判一下，没有意义就算了。快走！哎呀，不是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影魔刀不行，这真不能惯着他，再惯着他要上天了，我瞧受不了了。下一件买个水晶丝带啊！我这波好肥，我7000块了，我7400块了，7500块，6分钟7500块，这波吃了个5-1的大人头，然后吃了个凯南的人头，再吃了个。先锋再吃了一个那个，吃了个射体的人头，直接7600块。我就比那个打野多一个头，但是我的经济多他1000。这波帮下路反蹲啊，这个来了已经。没事，我这波影魔刀的不用怕。你装什么？你装什么？嘿嘿，我不跟你装，不是。你在装什么？别急啊，他已经死了，等个 Q 就好了。 Q 一成剑 Q 二段，这不是九桶是拉屎的吧？他是干嘛？他们一过来愣住了，跟我都搞蒙圈了。那九桶有点搞笑啊，快乐啤酒人是吧？他是干嘛？这酒桶我看不懂，然后买个耀光加一个长剑。现在我有水银了，不怕被这砍蓝电了。现在短时间我就是无敌的，知道吧？现在我这个装备短时间就是无敌的。这个皮肤手感挺保底多少米？保底1350。你按层次原是按转换吧，等价互换吧。没事，不用怕。他们这两个杀不死我的，这还没射雷剑，但是没射到。我开个啥，别着急，先移过来，往这边走一下，绕到这边来，大招 W 一下 ，A 水银闪现拉开，这波打不了了，得走了。这个伊芙琳很小心啊，他太小心了，没什么机会。我现在没有红 buff 了，慢慢打吧。我现在装备冲起来没那么厉害，因为没有那个三项。哎呦。哥们，真敢电我啊！整个这个回个血，又往上面拉 BG Q 一段 ，Q 二段，再 A 一下 ，A 一刀就杀了。伊芙琳要过来的，但我这个状态应该是扛得住的，没关系，我现在3秒打，别怕他，直接去找他。水放的那个，这个射体也搞笑了，他把我抱过去，把那个凯南劈了一刀，好像。哎，伊芙琳呢？伊芙琳去上了，不过来了。不过来把他的中塔拆了，然后把上路包了，这波他要抓上的。伊芙琳在上，你们上路小心，我在靠，他在上路的边草这个位置，在下嘛。我来了，等我。
一刀就杀了。我这个想跑，好大，小法一个大，军法无情啊！回家直接补三项，我现在无敌了，三项补出来就好打，感觉手感无敌了。手感挺不错的吧？但是这个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独立的皮肤，和其他几款的皮肤手感不一样，你们玩的时候需要适应一下。建议你们可以先去玩玩无限魂力什么的适应一下，或是玩玩极地大乱斗适应一下，再去玩排位，可能你第一把会有点不适应，可能不适应，但我只是说的我的情况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会不适应，我玩着会有点不适应。往下路靠一下，这波抓他的话别急啊，一个 W Q 一段，我这波有水银的，不用怕大招 A 一下，一个 Q 三段一往上面拉，再 A 一下 A 层水银解一下，一个 A 再一个 A 刷个大 Q 一 W 一下，再 A 一下 Q 二段，再有 Q3 叫闪就算了，这不追不上了，把核桃果吃了控龙吧，感觉对面心态有点崩啊。这个衣服你前面很肥，但是一波打完游戏结束了，现在打完我们队友，其实你看经济主要是集中在我身上吧，对吧？你看对位，所有人的对位除了我跟小法吧，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优势，所以这把还是不能送，我送的话就是我太浪的话还是会输的，这种局要带好节奏啊，你一个人肥了不能不带队友肥，懂吧？有些小野怪可以给队友吃，你去反对面的野怪，当然也可以说你不反对面的野怪，就是你去打架把对面肥的点给限制住，让队友发育也可以，知道吧？也可以让队友刷野怪，你去反对面野怪，然后队友刷你的野怪，对吧？或者你保持队友吃线也可以，都可以。在这边蹲一小关键蹲个人，那没事了，被造出来了，造出来就把这个蓝吃了，别急，这边看一下下面，他是这个位置，他好像有闪吧，现在大龙马上要刷了，我身上有2800块钱，还比较多的，这不得慢一点点 A 一下大招 WQE A 一下拉回来一个 Q 的，直接开大了，闹够了没有 Q 一三的 A 层，再 A 一下，别急啊，我盲猜一下他是这个位置吧，追不上，这个闪现不能随便交啊，在这我们先把中高拆了吧，中高拆了之后配合下路推下他、皮肤吧，皮肤热度，兄弟们皮肤热度，这个皮肤可以买啊，跟我之前说的一样，可以无脑入，手感确实丝滑，手感挺不错的，打击感也有，然后价格小贵，但是还好，但是珍藏版的就有点离谱了啊，珍藏版的我必须得点名一下，珍藏版的我的评价是没点条件的就不要买了，珍藏版的收益不是特别高，就是原就是带特效的这个普通版，这波好像也可以五杀，我感觉需要的 A 一下一个 Q3 再 A 一下，把这个狙死了，差一丝血 Q1 承接 W 一下，再等个一 Q2 的不追吗，要被一波了，不追，把这个砍蓝做了 Q1 的喜欢针对我惩戒，别急，再等波线，这波线可以一波了，495滴血，494滴血，就买个普通的129就够用了，这就是普通的，手感确实挺不错。